走。学习第一次上来，第一次啊？你从哪里来的？屏东，我是高雄左营。哦，对啊，我是借着屏东一个是公主的一个姻缘，嗯，跟我说有这个盛会，我在今年上来。哦，哎，对对对。哦，那你本身就是公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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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修啊，因为他刚好跟他有姻缘认识他啊，他传达这个讯息给我啊，他说他接这边的接待，哎啊对啊，我说哈，他就说好，我们来见习。来学习，所以招待不周的地方是尽量。谢谢。所以，他就好，所以敏感。你怎么知道该要怎么接都知道嘛？啊，就不知道，就有一种就怕做灵感，对，有一种灵感。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样子。对呀。那你不会觉得像刚才那个老师傅啊，他穿的那样的很有装？我就没有装，你怎么敢接？没有，自在。其实我觉得自在，对，我觉得就自在。嘿，那你如果说要做什么绑手绑脚，其实不自在。那就是你的那个哈，带领着你哈。就这样子啦，给我们感觉就是这样。这样子，慢慢就来边看啊，请前辈来指导这样子。这样子，对，一种直通的跟神。天人合一的，接的是吧？天，你就会来接哈。啊，对。好，来，那你看你再怎么教我，怎么走？右手，你看他接，菩萨是什么？哪一尊菩萨呀？其实真的，我肉体真的很
很迟钝，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啊，你要叫我介绍哪一尊，我都跟我的那个老师说啊，可是他给我感觉是 说无形的家老师，对对对对，老师啊，啊就啊我是家里有一个妖石金母，哦，有人他会说我是，哦，没有，我是鬼片，哦，我的右手嘛，看牙齿，妖石片一片红红的牙齿，哇，牙齿，你就是府中的瑶池金母嘛？哦，你今天见到谁了？你知道吗？真的是，我都有说，我们牙卡啥个意思？我有口说，一听那个木都有事，还有说哦，把黑姐姐都吃了。对，对，肉体真的，你再来表现，让他用你的身来表现，给你感觉，你就知道你今天见到什么人。好，对对。漂亮，好，哇，好酷啊 ，yes， 哇 ，yes， 给他们力量，哎呀，哎呀，你没有想到是我老人家，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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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快照，快照，秘书，快照，哎呀，你没有想到，天哪，没想到，没有想到吧，你是我老人家，啊，原来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哎呀，你原来等的是这一天，你等的这一天，来，进来。你等着这一天等到是不是？那你等到谁位呀？你等到谁位呀？下个有什么动作？哎呀，都有事看呀，上看有事看那有口那呀，那个有手口，哈萨看有事的，我都有事看哟，我都有手口看哟。过来，别站那里听啊！啊，叫律师找到。哎呀，你等了多少年了？你等我等了。嗯。走两家自修啊，哦，他真的就讲这一些，我都听不懂。哦，我很苦，很苦，就是说我讲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上次我有跟你见过一次吧？啊，没有。你们那个不是他吗？不是，就是写写上去，对，不是，不是，很像，上次长得很像。亚文师姐，对对对，师姐，刚刚进来的，滚过去。哇，你真是灵感呐！瑶，你那个你那个谁？三池会堂。哦哦。就我们到山也是到了很远，然后黑面地宫，对对对，我才开始拜拜，有人带我去那边，他刚好有这么那个，他说你要不要，我就跟他划拨，要我请回家，我没有很正式的公开，我就把他弄一个神龛，他就每天早晚这样子，他就在家里做功课这样子。灵感啊，他带领着你啊，对，他带领着你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刚刚你在照相。您很熟对不对？很熟很熟。刚刚这个师姐啊，她的瑶池金母来见到我，好高兴，和你们的那个叫做执行长啊，一样的。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刚刚才赶到。哦，这样子。他可以跟你执行长讲这个，刚刚你亲眼看到的，那你执行长一定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得意的右手了。啊，好。还修得很好，哎，姻缘来签名啊！我来这边跟人家等姻缘，今天见到来几年吗？我就来这边，就十一天，我二月八号上来嘛，那就是等这一次完台。我希望说该接的姻缘都能够让我接到，我就跟菩萨这样子讲，每天早上在那边我就跟他讲，让我应该接到的姻缘不要错过，他让我肉体能够知道，知道，对我都跟他这样祈求。你今天接到的就是落身的瑶池金母。就是你要天天思念的，天天思念的妈妈，天上的妈妈。哭吧，孩子啊！对呀。可以听。快点，您讲吧，快讲，快讲，您讲吧。对，我要哭了，要泪眼睛了，孩子回来了，快！哎呀，你们说的好，请您来带领着孩子，请您的强大的灵力来带领着孩子，帮我来收缘。我一个肉身呐，很不方便收了吧，好，不如我的灵体强大，所以他们见了我又退道心，请你们来帮忙，让他们道心不要退，坚持修完这条路，好不好？说够有说，哦，对，有说，对对，勇敢起来，一个什么都有说，一老是老，老是有说，牙齿勇敢起来，好，勇敢起来，坚强的走下去。好高兴，好兴奋！今天是你生日，你也吉利的。你看，肾上腺这一天，哎呀，眼泪不见到天上的妈妈，百千万劫难遭遇，下凡尘了，对，下凡尘了，就等到这一天，
可是妈妈到处找孩子，找回来了，孩子一退嫁了就不认得妈妈。你会不会再一退嫁，没有神的助力，你会不会再退下去？你要是没有这个无形的这个力量给你这么大的震撼，你会不会退下去以后认为这个妈妈没有什么服装，没有什么，你会不会退下去？我用我的感觉觉得那种有形的那种对我来讲从小到大就不是我在意的。哦，那还好。我感觉就是心怎么走凭着感觉走，他走了以后有那个欢喜心就对了。哎呀，对，我用这样来鞭策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有形是在哪里，我也不敢出去找，我一直在家。那这次就是透过一个姻缘带我来这边，我就知道一定有任务，没有事情要做。我每天都非常战战兢兢，睁大眼睛在找姻缘，而且我都看到好的姻缘，因为我知道等到了有心，他一定会安排好的姻缘给我遇到。啊，真的。今天见到就是我，哭起来了，快点找他，哭的这样子又哭起来了，血也哭起来了。他今天来的就是大哥，要我带我出去，带你出去呀，带你出去云游天下，是不是？松原。教我，好好的教我，让我有成长的空间。我不要困在里面。我愿意。你愿意呀、啊？我找到方向了。你找到方向了？对，早就找到方向，只是没有一个对真正的路。没有过说过你那样，又有过的那么一丢失的，又过说过又说的你那样，那样说的路苦，我苦木都又失的那么多，又说过说过你了，没有过说过你那样。我好孤单哦，走这一条路好孤单哦，没有那份坚持的心，恐怕走不下去。可是今天打了一剂强心针。对对对，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了，我们团结起来，力量大，就不会怕了，就不会恐惧了。对对对对，心更坚定。心坚定。你看我们都走了几十年了，大风大浪都走过了。好。不用妈妈来带领我走出来，妈妈的，要开始妈妈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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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找到方向，跟我们一起奋斗，哈、哦，就不怕了啊！不要再让我走冤枉路了，我不想走冤枉路，因为我知道大家时间对了，时间不多，这些时间都不多，真的不要走冤枉路了。这种孩子说话真对，真的不要再走冤枉路了。好，你这么好的口才，这么好的人才，没有好好的打帮助棒，来，谢谢我陪伴你，好。再显化，再等一下，在他们面前显化出来，这就是你的功德，赚到的功德。母娘要靠你们，母娘瑶池金母下凡成嘛，圣极真容度世人呐，为得普传成勘探。要知老虎下凡意呀、啊，瑶命归盘快展开。瑶命归盘未见章啊，却叫诸子赖七长。等了那么久，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母娘彰显出来呀、啊，所以默默行的母娘你们找不到了。希望你彰显出来，带着这么多的啊，你的亲兄弟亲姐妹回来，连缘普渡，展开连缘普渡啊。不是有口一讲，对了，这是妈咪的妈妈到了，常常在叫你妈咪。今天妈妈年龄不小了，岁月不饶人。转眼就快七十了，慧生法师等了我两年了，哦，就一直在等，等到听到那天知道我来了，赶快到大门口接待。你还比他快，
一进来就接待到了。哦，他你还不能等他吗？我在内殿的那种祈求声音，菩萨听到了。真的？你怎么祈求的声音？我是说，照远点，照他这个动作好漂亮。会让我找到有缘的我们的有舍的那一找到，我不要走冤枉路，对对，不要让我自己去走冤枉路，对，我听到人家的经验，好漂亮，动作好漂亮，照全身动作好漂亮，我知道，有舍，看他这动作好漂亮，好男孩，真可爱，好高兴。天哪，你对我太恩厚了，我要感谢天哪！啊，所有的佛菩萨都在帮我忙。可惜的就是你们要团结起来，要是不能团结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够跟大家坚定的心，所以就比较一盘散沙，不容易走。是，所以你们要团结起来。好，好。我们还跑得了，今天在台中拼命赶车，开了几十个小时的，两三天来不能休息，眼看着我们都从年轻做到老。他认识我才40几，他40几，转眼都要60多，我都要70了，所以现在你才见到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团队，好，母娘带领我走，带领走，好，带领着走。好，你辛苦，有福啊，你有福啊，有福，第一次就这样子了。哎，我要去大陆，西藏西藏，你能有空吗？4月17号，没有钱，为了走这一条，从开始知道3年来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啊，那小孩子又要养，啊、可是我都不怕，所以我很高兴，小孩子还养。高二，我这次来十几天，我是把他丢在家里。我说我妈要做这个，可是这段一两年我在家做功课，他都知道我的过程。对，可是我很感谢诸佛菩萨帮我照顾小孩子，让他越来越懂事，所以我感受到菩萨的慈悲。我走这一条路，我越来越欢喜，小孩子他也能够接受。哎，对。哦，我不怕苦，真的不怕苦，因为我知道这一条路一定要走。那你要走，你来看看妈妈修的地方啊。那我怎么找妈妈？妈妈，我带你这个礼拜在台南聚会，下个礼拜天在台中。好好，妈妈是行走的道场，无处不是道场，只要找到你们了，刚好适合我的想法。哎，适合你的想法，我不喜欢定点，对对，不是定点，对，到处都是自由行，都是自由行，对，哎，很好，我们已经布满5大洲了，哎。现在就是希望你们出来帮助妈妈去做，啊，只要我做得到的，希望妈妈来教导，对，不要嫌我迟钝。大家都牵着手就不迟钝了。我知道这两天的姻缘一定很多哦，那就赶快找，把这些闲着在那个招待所那边找到，一直看，感觉一来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来。有感觉就要上去接，哎，因为我听我从刚进来的时候，哎对，出来接，就是出来接，他出来接的，他在就开始硬出来接，我就在看他，然后他到这边，他更威德，更漂亮的动作出来，哇，速度很快，我想你该是肯定了，哎，因为肉体真的有时候没有经过吼有形的人。我就一直讲英语，我有时候都不知道他的意思。虽然很多人都说你要让他讲白话，我说他不讲，我也不能照我的肉体去说啊。因为他的灵体哈，先要跟这个神界先打好招呼，免得神界还没拜完呢，就在拜神了。所以先拜神，然后再拜你人。啊啊，他的动作是先都出来了，所以你这边动作都出来了吗？哎，所以。我就自己跟自己想说，只要有想动作就一定要做，因为让老师跟我们的母娘能够看到我，对，要不然我不懂，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会认识我，对，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么想是对的，对，母娘会带着你，瑶池金母哈，瑶池金母会带着你去找总源头的瑶池金母，然后带的这个力量就很大，啊，你今天找到总源头了，啊。
去年生日的时候哈、哦，去年生日我没有来，没有。去年圣诞我在我家就是用了简单的那个阿当有一个师姐，他就好像降在他身上，透过那个他的那个母娘就说他来一次二十一世纪，我有听到这句话。我那时候想说二十一世纪应该就是新世纪啊，是不是做的事情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任务？我在想是。就是一些小孩子现在比较年轻，有没有？对，年轻的出来了，对，年轻一辈资质都很好，对。可是就缺乏有人带领他们走，对。我也感受到这份磁场，对。现在要年轻的出来，对。所以你们要大一代，大的带小的，大一代。我们要更加精进，要不然真的会被他们考倒呢。对。真的，他们的资质我遇过两三个，哦，真的是不简单。好，我是这么想的啦，因为我比较有障碍的地方是。比较少有形的来跟我讲他一切，后来这边我就是跟他讲说，你让我的有形师早早出现，那找到了，今天找到有疑问让我疑团打开，让我不要再那么迷惘。无形的会带着你来肯定，肯定以后，然后我们再用有形的来再帮助你完成。谢谢啊，谢谢，感恩阿弥陀佛，谢谢这位师兄，今天很恭喜你见到老师傅，谢谢，我有福了啊。哇，我在温暖的啊！你看他又来了，怎么样？还很健康啊，还很壮。他在摸的，那个无形的在摸的这个有形的瘦身，还很健康，还很结实啊，还很多肉，妈妈还很漂亮啊，漂亮，而且很有朝气，很有朝气。那是为了你们，有母爱的妈妈永远是为孩子奋斗的，追随母娘的妈妈的脚步，对，学习的精神指标。好高兴啊，好高兴啊，是看你哦，终于摸到肉身，好高兴啊，右手的一片的，右手的，给你放了，是来，你看这右手的，右手的，好高兴的，哎呦，右手的，哎呦，母娘的加持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哇，我的右手可以是的，然后又哭啥个右手，是什么的，有困难难骂，哎，就哭出来了，谢谢，感恩。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要用无形的来肯定，然后你有形的就知道了吗？对。要不是无形的用天语，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找错人了？对。所以现在为什么会讲我由灵，这样才不会错，带他，啊，灵带领着你，你就会比较安心，不然你会怕。对，因为我这一两年就是由他带领我，要排除一些让我印证一些事情，我才知道不能有我肉体的那种思想，绝对不行，所以我非常坚持这一点。没有，不靠谱，你们很可爱啊，真是漂亮又可爱。啊，真的好高兴哦！终于在明天哈、哦，那个圆盘，明天是圆盘吗？明天圆盘啊，明天圆盘。对，所以明天如果说比较没有空，因为要出去施花，我下午也是走后面那三台，这边总共是八台，18坛啦。啊，我最后三坛。都还没有进去，我就知道一定在缺一个有形师帮我带。那现在你带我，然后走吧。好，哎，从这边，啊，好，那就这个是九龙，对，凭感觉哈，来，感觉，人家可能会是十九龙，感到了，对，高兴，你怎么现在这么高啊？没有，太棒了，你也认识我。刚刚他已经到了，哎，好，护士队要从天台去，好，他叫我从好天台去，那有口，好，我凭着感觉，哎呦，有口说话说，他看嘛，他有手，皮口说的毛的有手的，秘密一甩，一甩有手，说口毛的比较卡，有口，他有手。右手，压上，上高了。
手。你也学赵老师？我呢，我这里话我都开门的呀，这边我都没。要手。各卡，赶快向左。哎呀！今天教你个功夫，收我心法啊，心法直传，隔空点穴，静下来收啊。有佛光普照，非常强，浑厚的功力啊，吸收的很强。感谢各位的帮忙，感谢阿弥陀佛，感谢母娘。
你到站了。来等等呢，来来，合照一个吧。不要，谁有过来？快快去！谁有？你看，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心门一打开，光就进来了。所以刚刚隔空点穴，穴中没有动作，啊，心法直传。听到我在讲了吧？心门打开，观世音，观音心法直传。啊，母娘瑶池金母，观世音乃无极瑶池金母转世。我们把那个介绍讲，给他发看一下啊。今天很萌到这种幸会的地方，就是很多贤者在此，所以能够帮母娘打光护杖，了不起，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感恩，谢谢一路来这么多人的帮忙，感恩，感谢这几天大家这么辛苦，谢谢大家。这个地方天下为公，母世界大同，母亲瑶池金母啊出来了。今年99年，瑶池金母要现真了，来出巡。但是在出巡的时候，一定要有高人出来肯定，要有高人出来肯定，仙佛领导才能够把任务完成。否则的话，有些任务完成的时候就碰到瓶颈。好，谢谢。好，再继续带领。请菩萨再带领。要。我们的 CD 片有没送的？送了吗？有了哈。刚刚那个道场也有反应，可是有些就是心门不开。要上了都有空，他们有手空。放心，看过了，巡礼，来出巡，巡礼。这个将来寄给人岳会，你看，哎，我们看。摸到右手，结果有错，这里抓，就抓到，哎，抓到了，在这里，这个就上了，这个。说了，还是大母娘，大母娘，你要说，哎，赵老大，这个贴纸，你看他那个手指，快点手啊，这没，哎，谁？赵老师教的，赵老大教的。哎呀，啥哟？仙佛出世为何因？皆因慈悯众沉沦呐。老人肯到船头上，免坐脱离带水。所以呀，仙佛苦口婆心的带领着大家来哈。肯定，一再的肯定，希望我们在仙佛的领导下，啊。能够把自己的脚站得更稳，坐在这个船上，再带满船的人，佛子回去，哈。要死！哎呀，死！你可以跟他们讲吗？这都是也是有缘人，他们都听了，你可以跟他讲吗？他们不相信吧？要死！你说，
看不到，压上面有可能，他妈要他一起一起一起做不说，他妈的意思得要多看，他妈的意思可有说说什么多，有看不到，也看妈的意思可有说多呢，妈的有说不说说说说什么多，么多有说说看没得，了解吗？聊时间无啥看妈的有说，看妈的有说的，妈的有说可以来哟。那是蜗牛在吃啊。哎，哪有我妈妈？奶奶侬？哎，关起来做恁爸这个蜗牛。你老看见你得当出来要小心。你说也是，哪打也说，机会难得，哪马打牙煞开去。你说来有动作要接驾，哪马打有动？见到母亲马打有 pose， 哎你嘿，我已经找到了马打牙煞开是嘿，开恐龙洞他马打有。来，有你们的时间哦。是你们的时间，对，咬舌筋，肉身在吃，要快接驾，要哭就哭，对，这是你的福，对，有缘遇上佛在世啦，有缘啦，到了，不要怕，哭，你要哭就哭吧，大胆的去做，好难得在人间遇到我们天上的妈妈。很感动吧，很感动吧。妈妈也在人间苦，你就不苦了吧？妈妈都下凡尘了，你下凡尘了，忘了吗？你下凡尘了，忘了吗？过来抱抱妈妈，看看妈妈还很近老了，啊、哦，要靠你们了。要死啊！你猜我几岁啦？快七十了。负能量要全部释放出来，嗯，得有手，有空嘛，得一起得很好。大家都是同胞姐妹，对，一直在寻找的妈咪已经在眼前喽。让你的神，让你的主灵带领着你，迷失套友，不要怕，靠你来呀。嗯，放下，放下一切，放下一切执着，哈，恢复你本来面目。嗯，轻松了，轻松了吧？好，多自然，好。嗯，静静的想，今天怎么是一个这么普通、穿着普通衣服的一个居士呢？他要扮演着很多角色来度众生，他只好穿这种方便服啊，对不对？啊，那假如我跑世界各地的时候，我问。碰到世界各地的宗教人士，难道我还在穿一个袈裟，还是穿一个服装吗？一定是这种最方便的服装，对不对？了解了哈，你看他是，而且这种服装他能够认出来，就不是假，懂不懂？哈，非常平易近人，哈，希望你们将来在每个岗位上就扮演这种角色，哈，不执着一切名闻利养，啊，在每个岗位上。都显出你的大的母爱，来接引众生，好高兴吧？不是假的吧？没有，不是假吧？妹妹是假就是你自己哟、哦，有有可能，你们是真的，我们假就会相信是真。你要认为别人是假，你自己也是假人呢、啊，啊，感恩加持，感恩无量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三清道祖给我们的师缘结缘，好不好？CD 片，三清道祖在两年前就写出我来了，我不敢发，我怕发了一定会争起两面评价在人间。但是想想看，今年九九年，灾难很多，而且上天说今年一定要出巡了，现真来出巡，现真身来出巡。那么真身要现的时候，要遇贵人。要与真眼能看到真身，否则我就是这么样的，很你怎么认呢？对，所以他出现以后接引着我来认，这样子的话，你们才知道哦，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在佛教他是谁？在佛教的称呼是叫什么名号？在道里面称呼是什么名号？看你跟我的缘。你们知道吗？南海古佛观世音。观世音乃无极老母转世啊，所以在佛教观世音大收缘，在道教瑶池金母在大收缘，其实都是一个，
啊，请问你们是不是天上的佛子下凡尘啦？是。对，忘了，天上不留一佛子吗？嗯。天上不留一佛子都下凡尘啦。嗯。对不对？瑶池宫都空了呀。嗯。瑶池净母还在不在？也不在了。所以在20-30年前就写出来，瑶池金母下凡尘，甚极真容度世人，甚极真的容貌度世人，未得普传呐，曾看叹，没得到普传，曾看叹，却叫人圣早安排，教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圣贤呐，早排行啊。口口人三普蓬莱，每个人的口都会说出来，母娘下凡尘了，在哪里不好找，因为这个母娘没有装扮，只有靠你的慧眼来认识她，没有首饰，没有天语，没有一切，只来本尊。今天她识得，她识得，那是你们识得，假如你认为我是假就假，你认为我是真就真啊。所以今天到三清道祖这里来，三清道祖在2年前就要叫我出来曝光，所以把它做成西天院，天月降下来，天月降下来，国宝大师赵永峰写出来，今天我跟你们结缘，感恩有这个姻缘机会。哎，所以瑶池金母的意思什么呢？瑶命归盘，瑶命归盘未见张，没有见到张显，却叫诸子你们赖七长，所以慈悲，上天慈悲，让出来见孩子，孩子要认，就让他让一个显化一个显化，啊，认的是假的吗？没有必要，因为我没有表，没有任何样子，没有一个标志，那你认出来是谁？你认出来是我的心和我的本尊和我的灵魂，同样的，你的心、你的灵魂、你的本尊来跟我结合。对不对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嗯，谢假修你那个真，眼泪都流出来了，好可爱呀！有寿，我们的有寿，都是有缘了。每到一个道场都会有这种事情，我也是今天当地的，就今天老师到今天来这边，他就认道，他就认道，对，想过去哈，对啊，过来，出关后面都没有看到你过来，太酷了啊！我给你力量，哇，你发好多佛光啊！照我的光，我给你力量，儿子啊，儿子。看着妈妈吃吃的，妈妈是那么高吗？不高，妈妈就在你身边，是不是？妈妈在天上不高，妈妈现在到人间很不高，所以你的灵魂知道，像妈妈那么高，怎么会到凡间来呀？真的来了，你是谁？你知道吗？是瑶池宫的呀，不及瑶池宫下凡尘的呀，只是想，真的吗？看到我的脸了吗？长得像谁？看呆了，看呆了，像谁？天堂看我还很远，对，现在这么近，看清楚了吧？对，妈妈跟着我修啊，不能够离开了，才能修成正果。离开了又怠惰了，不能怠惰，懂吗？你带着我走好不好？妈妈需要，走，要走，要走，给走，男孩要走，对，对对对，对，上天都在见，抱着妈妈，没错。要上，找到姻缘要把握，我们要行动，在台中、台南都有道场，你在哪里做？
大寮可以啊，再来跟我讲，一步一步来，惊喜惊喜交加，呆了，长那个样子好可爱呀、啊。高兴就要带我们来啊！他有你们吓坏了，他来了，哭了，找到伴娘了。他那有手，我也是第一次今天才见到他，不认得。一进大门他们就来追，我也不懂，今天就要带姑娘来了。他是瑶池宫的人，你知道吧？瑶池宫。